哥哥他叫郭阳，我有一个兄弟啊，他叫郭亮，所以我们哥俩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哎呀，很多人都说我们俩是蛋夫的，就因为我这兄弟啊，分不清什么是卵生，什么是孪生。你看这出差半年多了，还真的有点想家人了，尤其是想我这缺心眼的哥哥。哎呀，这小子都出差半年多了，平时就打个电话，我还真有点想我这傻兄弟了。哎呀，我说越说越想他，也不知道我给他寄那相册到没到，我得打电话我问问他。哎呀，最近也不给我来个电话。你瞧，说曹操郭亮就到。喂喂喂喂，你找谁呀、啊？我知道我找谁呀、啊。你找我兄弟？哎，我知道啊。我问问你啊，哥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寄那相册，你收着没有？收着了，刚收着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不刚收到吗？你赶紧的，哎，你把那相册给打开啊，我给你讲讲。行啊，好好，你就从那个那时的你，这时的我那页打开啊。哦，好嘞，我知道了啊，你打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啊啊，哎，对，看着了没有？啊，我看见了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还行吧？什么叫还行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儿人特别热情。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刚一到这儿，人家就给我安排住这儿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就给你安排住这儿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还得托关系呢。我托我们那同学那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哎，本来人家应该收8000啊，我给他5000，人家让我这儿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同学下回别再跟他走动了，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信号我听不清，这还没听着。我问你啊，就你住这儿，你怎么吃饭，怎么做饭啊？该怎么吃怎么吃啊？我跟你说，不光吃啊，吃喝拉撒全都在这儿。不是兄弟，在这儿味儿不味儿的？在这儿，你关键那通风好啊。不是，看出倒是通风好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在这地上都能打滚。来，再换一张给你看那张啊。行行行行行。哎，怎么样、哎？这我喜欢啊，可爱不可爱？这我喜欢。嘿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你别看啊，啊，厉害着呢，是吗？好家伙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急了以后啊，怒吼，咆哮，谁他呀？满院子跑，哎，知道吗？满院子跑，他这么厉害呢？那你废话，他是首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有人类的99%的基因呢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他不是人吗？你废话，他肯定不是人呐！我发现你真逗，嘿，我跟你说，哎啊，就这哥们儿厉害着呢，是吗？哎，那个别招他，知道吧？啊，4-5个男人打不过他。哎呦，那也太厉害了！那我一屁股能坐死你。我招他，他坐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哥，你甭说别的，哎，啊，你就看他那胸肌啊。你听我说，你哥现在岁数大了，我听不了这个，好吧？啊，我有点激动，咱换一张，好吧？换一张，换一张。啊，哎，啊，这行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这不错吧？这个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什么意思？水清沙白呀！我说你那白内障得治了啊！谁有白内障？不是你这眼怎么回事？这哪有水清沙白？我跟你说，还、哎、啊。我在这儿游泳啊，我一游我能游一天。你就在这眼儿里边游啊？什么叫眼儿？这多大地方了？这哪有眼儿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就这个啊，来这儿游泳的人成千上万，这儿能挤进那么多人，都不是都在这边上趴着是怎么着啊？对呀，有趴着的，有游泳的。当然了啊，大部分人过来呢是上这儿看鱼来。哦，这里还有鱼呢？有鱼呀，这里边鲸鱼都有。这里有什么？大鲸鱼啊。有鲸鱼？那是啊。不是，你是不是在那边喝84了还是怎么着？什么叫喝84了？哎，这里边鲸鱼什么鱼都有。我跟你说，鲸鱼在里边伸得开腰吗？伸得开呀，想怎么耍怎么耍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下回别上这儿游了，好吗？也是，这反正确实是不，因为前两天我在这儿喝两口水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给我腥的，哎呦呵。行了，咱我听着有点恶心，那换吧，换一张吧，换一张。这个有点意思，哎，
见过这个吧？这谁没见过呀？我跟你说，我来泰国的时候，我就坐这来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点乱啊。你乱什么呀？不是，你在那儿怎么了？你坐这个来的？那怎么着啊？你告诉我，你坐这得坐多长时间吧？快，这时速600公里呢。它比动车还快呢。那你这不废话吗？这个，时速600多公里呢，知道吧？我看着不像这么快的东西，是它加油啊，这得。不是，你再告诉我，他往哪儿加油啊？他喝油啊？他有眼儿啊，拿那管子啪往眼里一杵，就开始加油了。我说你们这太残忍了吧？这有什么呀？这个他快呀，这不错，这下回有时间你也坐吧啊。行行，有机会吧。快点啊！你别看这个啊。这个行啊，这挺好啊。这坐过这个吗？我没坐过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一暖男。哎，对，这你没坐过是吧？啊，有时间坐坐这个。行行行，这挺舒服的。是吗？但是这小孩不能坐。为什么呀？他腿呀、啊，他没那么长，他劈不开，你知道吗？这得骑上面去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你等我，你告诉我骑哪儿？骑他背上去啊。这骑他背上，这脸不都得吹掉了呀？吹不掉，慢着呢，走的可慢了，知道吧？这没事儿、哦，这大人带着他骑上面挺舒服的，知道吗？哦，但是上次赶上我倒是坐过这个、啊，但是上次吧，赶上我这有点跑肚拉稀，哦啊，肚子不舒服，那怎么办？我说我要下来，人那意思说不让下来，那意思，那别不让下来哪成？我哪受得了这？不是，我必须下来，我跳下来了，我就直接就你什么？啊、不是下边跳下来了？不是下边有人接着呀，特别安全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后这危险的事咱别干了，行吗？啊、没事，挺安全的。我下来，我受不了，没事，挺好，特别安全。我不行，我受不了这个啊！咱给换一张啊！哎，兄弟，哎、啊，就这一张是我看的所有照片里边最好看的一张。不是，我说哥，你那眼啥时候瞎的？不是，你不觉得这很好看吗？不是，这哪儿漂亮了？这是哪儿就漂亮了？这个，我觉得这才是游泳的地儿，对不对？你娶你的吧，这太浅。我跟你说，这最深才1米，你知道吗？那水才到我肚脐眼儿。不是这个，你知道人干嘛的吗？干嘛的？这是人家国家那个蓄水池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蓄水池啊！这是蓄水池啊！哦、干旱的时候，人就把水就给放了，人得浇庄稼呀。这水怎么放啊？下边有一塞儿啊，你把那塞儿拔出来，那水不就放出去了吗？这也太这高科技也太可怕了！你不懂，你不懂，你再换一这个啊。那看那张了吗？这张还行，挺好玩的。这怎么样？挺萌的。萌不萌？萌。我给你郑重介绍一下 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兄弟。这个，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怎么着？这生活的压力都把你逼成这样了？不是，这是你未来弟妹啊。这是我弟妹。对呀、啊。不是你喜欢她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你看那大背头多漂亮。不，他那奔头，我就喜欢他穿黑色衣服。不是，那你降得住他吗？什么叫降得住？可温顺了，我跟你说特别好。是吗？他们家长我都见过了。你都见他们家人了？对，人爸妈也特喜欢我。我打算这回我回北京啊，我就把他带回家。啊、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呀、啊，你听我说，兄弟，我把这照片啊先给他妈看看吧。我估计他妈接受不了这位。应该没事，这多漂亮长得。是吗？差不多吧，你先把照片给他看看吧。行行，我给他看看吧。啊，再换一张。啊啊。哎哎哎！哦，这个还凑合呀？这可以吗？这个这挺好的。这凑合什么呀？这个你这干嘛呢？这是干嘛的？我跟你说啊啊，这是人家国家啊，人家像什么流浪汉呢、乞丐呀、啊，没有地方去的人都上这儿来了，都住这儿来啊？那怎么着啊？这政府也太好了，免费住吗？肯定免费呀、啊，不花钱，一分都不花就住这儿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不是你这地儿我看有点熟啊，哪熟啊？有点熟悉。哎，不对，你嫂子上次出差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啊？她出差的时候住在这儿？对呀、啊。那不对，那怎么吃啊？这地儿就随便在这儿能做饭，吃喝拉撒都在这儿啊？那多味儿啊，那得。不味儿，有通风好啊。那不对，你看、啊、肯定看错了，对不对？啊